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haro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一名多伦多地产经纪。今天呢，想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楼花项目。这个楼花呢，是位于列治文山的一个全新大师级社区 Richland， 现在还有非常少量的独立屋和正屋在售。那现在带大家看一下 location。位于 Elgin Mills and Leslie 以北，隶属于列治文山，项目的名字叫 The Richland Green， 开发商是 Conservatory Group， 离404高速非常的近，5分钟便可到达，轻松链接其他的主要道路，包括407和401高速，驾车出行也可在30分钟到达多伦多市中心，8分钟可以到达 Richmond Hill Gas Station。这个楼花的话是明年夏天就可以入住了，所以它其实房子的外部结构已经基本建好，只是内部结构还没有开始装修。那我身后呢就是在建房屋的一部分，对面呢就是 Richland 的 Park， 所以它其实的自然环境呢是非常的好。再来说说开发商 Conservatory Group， 是一个家族企业，一直被认为加拿大最大的开发商之一，拥有近50年的建筑经验，在大多伦多地区啊开发了很多地标式的建筑，代表作有 Water Edge Milan Condominium、 Per Palace Condo、 Altitude Condominium、 Infinity 等等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售户型，以传统的正屋 West View 户型为例，现售价为145万左右，开发商送完全地下室，近620尺，一共面积呢在2417尺，南北坐向。跟随着这个双开门的大门进到这个房子里面了，这边呢是入库的车库，然后如果说的是回家的话，从这边直接进来，旁边的话它是一个 powder room 的预留位，再往里面走的话就是它的客厅的位置，客厅和餐厅呢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设计。这个后院的空间呢，其实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围栏把它隔起来的。这个后院啊，现在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悬念，说为什么这个空间和阶梯有那么高呢？它最后会做一个 deck， 待会儿给大家揭晓这是为什么。那现在我们一起上楼看看。那现在我们来到楼上的位置啊，其实一左边一转角呢是第一个卧室，这个卧室真的是非常的亮啊，这个卧室是朝南的，我们看到它的窗子非常非常的大，而且它是有一个 vaulted ceiling 的一个设计，它是一个挑高的设计，所以空间感是非常的十足。那现在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卧室。那么第二个卧室啊，也是非常大的窗子，而且它大概是有12个平方左右，也是朝南，作为小朋友的房间或者是书房的话，是非常的合适啦。这个预留位的空间呢，就是以后的公用卫生间的空间，而右边这个空间的话，以后会做一个洗衣房，所以在洗衣房在2楼啊，是非常的便利啦。再往里面走，最里面呢则是我们的主人套房，这个空间啊是15×16尺，然后层高呢是9尺，非常非常的宽啊，然后摆一个 king size 的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而且这里进深的话是一个比较深的 walking closet， 这样有再多的衣服都不怕没有地方放了。而主人的套房呢，是一个5个 piece 的洗手间，有浴缸的位置，也可以升级为双台门的台面。而且这个房子的卫生间，主人套房的卫生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窗子，是一个明厕。刚刚给大家留的一个悬念啊，就是为什么这个房子呢？因为地势的原因啊，还有一个 deck。所以说的是现在揭晓谜底啊，它的地下室的窗子啊它是非常的大的，所以它的采光条件是比较好的。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地下室是由建商帮您完成的，您不需要再额外装修地下室，它会包括一个620尺的完成地下室，而且左边这个预留的位置还是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是可以淋浴的，所以这个下面的空间可以做成一个影音室啊，或者是家庭厅，也可以做成一个客房供您使用。
这个 model 啊，还有两套是一带阁楼的单位在收，主卧呢安排在了阁楼，所以二楼会多出一个空间啊，可以作为家庭厅和书房。当然售价会贵一些，在150万左右，还有一套边户。目前的售价在155万，也是带阁楼的单位。除了两层楼的传统正屋以外啊，现在还有少量的三层后向停车位的双车库单位，价格呢更为实惠，在140万左右，同样是完成地下室。说完 townhouse， 我们来看看独立屋，价格呢在181万，很多单位呢都是背靠森林的 Revilla。单车库30尺的面宽，独立屋包含了670尺的完全地下室，一共面积为3500尺。以 Grand Oak 这个户型为例啊，现在是30尺的单车库2800尺，再加上完全地下室呢，一共3500尺左右，然后背靠森林，现在售价呢是在182万左右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 floor plan， 一进门就是走廊和 powder room， 继续往里面走呢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，餐厅、家庭厅和厨房。完成地下室呢可以作为一个影音室，还有一个可以淋浴的洗手间。二层一共4个卧室，先看看主卧，14×15尺，有一个5-piece的套间和一个 walking closet 的衣橱。其他3个卧室呢，尺寸都还很不错，10×10尺，还有一个11×13尺，很宽敞。楼上的3个卧室啊，共有一个洗手间。Richmond Green Towns 啊，是很多年轻家庭和成长中家庭非常理想的社区，紧邻 Richmond Green 运动中心和 Richmond Green 高中，社区的生活啊非常齐全，请点击以前的视频啊，观看更多的社区信息。好了，这就是这期的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是您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，就请联系我预订单位吧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